我是观光列车团的111年1月22号，园林站，8:30。我拍摄是167次彰化发车，经由秀干线上潮州，有红斑马之桥号167次彰化发车，经秀干线上潮州 ENU1000000000900000变速。红斑马之桥 ENC1203104九辆编组，在园林站关闭车门就拿，拜拜。